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 TD 俊，今日咧嚟讲一啲重要嘅嘢啦吓，尤其是系与众参加咗与众同乐活动嘅观众啊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走啊吓，因为呢件事咧系关于你哋嘅。好啊，第一样嘢要讲嘅咧就系、是，个入选名单啊、人数啊、分组方面啦、由于人数参加人数实在太多啦，各位，所以咧。TD 酱就唔可以同所有观众一齐玩，因为如果太多人嘅话咧，我好惊咧就唔够位入去嘅。可能如果太多人一齐入去嘅话，可能会 lag 机啦，或者弹靴咁等等啦。因为上限都系100人，好多啊，其实真系一个靴成100个人一齐玩啊，一齐打打打实实，真系会好 lag 机嘅。咁所以咧。我就随机抽咗100位观众就入咗围啦，100位都系非常之多啦，我都系尽晒能力嘅，我话抽100位啦。100位咧就都系分开两组嘅，即系一组就50人啦，我做咩抌我？系啦，每组50人，即系分开两组玩啦，我哋。而家讲清楚先，第一组嘅活动时间同第二组活动嘅时间系唔同嘅。第一组活动嘅时间就系7月24号，下个星期四，两点，下午两点，就准时入去我个 RCID 度，OK 噶啦。至于第一组嘅 RCID group 咧，就喺荧幕上面已经显示咗出嚟噶啦吓。呢个系第一组嘅 RCID group 嚟嘅吓。如果被分为第二组嘅朋友咧，咁就唔好入去啦吓，因为唔同嘅。而家讲下第二组嘅 RCID group 啦吓，同埋嘅日期。讲咗日期先，第二组嘅活动日期咧就系7月25号，即系下个星期五下午两点，都系准时喺第二个 RC group 度见啦吓。荧幕上边就显示咗第二组 RCID group 系几多噶啦吓。好啊，重复一次先，即系话即系分组嗰边咧，我就会帮大家分嘅吓，我就会帮大家分咗噶啦。大家可以留意下边啦吓，每组50人，已经写晒大家所属嘅队所属嘅组别啦，同埋入选嘅名单啊，大家要留意下边啦吓。第一组嘅观众咧吓，就要入去第一组嘅 RC group 度啊，喺7月24号，入去第一组嘅 RC group， 唔好入错各位吓。我下边都会打啲字提醒大家噶啦。即系属于第二组嘅观众咧，就要入去第二个 RC group 度嘅吓。头先都讲过啦吓，我都会喺下边讲下个详情啦吓。记住啊，唔好入错啊吓。每组有唔同嘅 RC group ID 噶。好啦，而家就讲下RC 加好友嗰度啦吓。我之前话私底下加好友同大家私底下讲过 RC group 嘅，但系因为咧我加咗10个好友到咧，嗰阵咧个 RC 就讲话警告我话咩恶意招友，跟住又封咗我加好友嘅功能啦，唔知封几耐，所以加唔到好友俾大家，个 RC 唔知咩事，明明。TD 尽一手啊，开办呢个活动，但系佢唔俾我加好友啊，因为话咩恶意招友，即系唉，唔知讲咩，冇嘢好讲啦，阿老师真系啊，系啊，所以我就唔可以私底下加好友啦吓，所以就喺度公布我嘅 RCID group 啦吓，大家记住准时吓，记住准时到啊，各位，总之准时啦，或者早到啦，最好就早到少少啦，各位啊。至于咧，如果唔系与众同乐，即系冇参加到又唔系入咗围嘅观众咧，就到时就希望大家合作啦，咁就唔好入去个 IC group 度啦，唔好入去个 RC group 度吓。点解咧吓？咁样就对入围者唔公平嘅。如果你浑水摸鱼嘅话吓。即系入围者先可以入去嘅，我又冇锁密码，又冇咩嘅，所以就希望大家自律一啲啦，唔好乱咁入去我嘅 RC group 度啦，要入围者先入到去嘅，我亦都有份名单喺度嘅，如果大家即系如果系非入围者入去咧，可能我会踢走你，唔好意思啦，各位希望大家合作啦吓。好啦，而家就讲下公布咗 RC group 啦吓。公布咗啦，即系话
即系话所有人都可以入去啦，系嘛吓？既然公开咗啦，咁头先都讲过啦，喺活动当日咧，咁啊其他人就唔可以入去嘅，就净系可以入围者入去嘅，即系入选咗嘅人士先可以入去啦。名单喺下面啊，都讲咗啦。咁啊，其他人咧就可以喺活动期间以外啊，即系7月24号同埋7月25号之外咧，大家都可以入去我嘅 RC group 度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入去第一组嘅 RC group 度啦吓。第一组就我已经开放咗好多个 chat room 啦，咁啊，俾大家联络一下。开心版或者正版都可以入去我嘅 RC group 度噶啦吓。咁啊，开放俾大家噶啦吓，已经系。开放俾大家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入去揾下啲朋友一齐玩饥饿游戏啊，一齐玩团队争霸战等等啦。我开咗好多个 chat room 喺度嘅，咁啊，大家喺即系除咗7月24号同埋7月25号之外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入去我嘅 RC group 度，咁啊，同大家各位我嘅观众啊，各位朋友一齐入去，大家吹下水啊，交流下 Minecraft 心得啊，约埋一齐玩呢、這个。share 嘅游戏啊，或者其他 share 嘅游戏都得噶啦，我会开好多 chat room 嘅。咁啊，重复一次啦吓。咁啊，开咗 RCID group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入去嘅吓。但系除咗活动期间唔可以入去之外，大家都可以入去噶啦吓。咁啊，活动期间就系7月24同埋7月25。咁啊，呢两日咧净系只限入选者入去嘅啫吓。咁啊，大家唔好乱咁入去啦吓，唔好滥用呢个 RC group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合作啦。好咁啊，记住啊，咁啊，参加咗与众同乐活动嘅观众咧，咁啊，记住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入选到，同埋所属嘅组别啦吓。咁啊，记住，第一组系7月24号，第二组系7月25号，咁啊，两个 RC group 都唔同嘅各位吓。咁啊，系啦，大家应该明噶啦系嘛？咁啊，唔明嘅就可以睇下。下方嘅文字咁啊，我会具体咁讲噶啦。咁啊，今日讲嘅嘢系咁多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就入去我嘅 RC group 度。咁啊，我可能会我得闲会入嚟同大家一齐吹下水，一齐玩咁嘅吓。咁啊，大家入去啦。咁啊，记住喺活动期间以外先入得波吓。活动期间就唔好入嚟啦。咁啊，因为要同大家举行呢个与众同乐活动啊嘛，系嘛。咁啊，今日讲嘅嘢就系咁多啦。各位，我哋。再见啦，我哋喺与众同乐度见啦，拜拜。